啊，咱再来讲讲讲伊着高定分啊。高定分其实伊无问伊着打出来尔。哎，所以你若要摕出伊个物件，就爱是另外个。啊，伊做成安尼，让大家讲不一样，伊变成青鸟气造的。一个房子甲穿到到，这是一块是无当拆起来吼。啊，你若准备内底要摕物件，就是爱内底外口一个。啊，你顶头较早有用底啦，你是用着这床。床吼，咱生的就是另外一张按关心一摆，内底较袂老吼。啊，恁查讲，伊咧做这个固定粉底的，用着咱的底啊，再来用着咱的床，咱的床，下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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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加加一点长面加加面，加加面加。那个牛粪它有防潮湿的功用，你把它烩后之后再把它糊上去，你到房间来礼拜，你就改用其他酒粉，因为酒粉也上红下面的，哎，红大奖。大奖。啊，对了，嗯。范小姐，您今天带这个花是什么花？你说跟恁人介绍一下。我这个花是嘉义县工业花内底一个跨业交流，就是讲不同的行业啊，我们把它集合起来啊，然后不同行业互相的交流，所以叫做跨业交流。所以今天来的万年水塔，咱大家知影吼。恁外口看到迄个万年水塔啦，伊即马嘛有经营射日塔，哦，啊嘛有做番薯收的过来行业，做做抓箱啊。啊！你今日恁个集起来吼，你今日相处，我看你生啊足欢喜。啊，你有对阮内面的服务，还是阮的解说有啥物款的想法？非常感动，因为可以说我们这里的年龄层很接近呐，就是讲刚好是有接触到这种生活，所以讲伊咧解解说的时阵，非常赞。我拄只甲小姐讲，我伫电台上班过，但是我那无像你遐老讲。四股人呐、啊，拢讲得足好，解说得非常的妥当，非常的刚刚好，所以解说也很好，风景也不错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值得来。啊，我那个农村的断层，刚好我们把它找回来，填充起来。啊，这后面的意义就是我们希望说，社区也好，教学这一块也好，能把它扶起来以后，所以我们就抢救农村资源这块。这个物件，我感觉讲抢救过程哦，往安尼做个未来对咱嘉义县有做大非常好，因为我本身是嘉义县太保市的人，所以我感觉咱新港加圣新港嘛，所以说有这种地方，我感觉非常好。这农业关内底吼，存在人情味啊！我希望讲透过安尼吼，大家互相来保存，互相来鼓励啊，互相来推动农业吼，伫台湾吼，因为伊未来转型，可以转型以后变成好，再农村保存，伊能够留这些人情味。对，我起码呢，楼房啊盖得那么多，所以我觉得这种地方已经很少了，爱保存。还有人跟奶奶发表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